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观看《最傲流行》影片。我们继续昨天的进度。刚刚这边是不是可以按呐、啊？诶，不能按了。昨天我们是玩到我们的同学嘛，多尼被上身了，然后来到这个火车里面，有一个。强壮的小鬼，又是戒指，有个强壮的小鬼袭击袭，然后拿到新的相机，这样，拿这个新的相机可以缩放啦，可以，这样讲中文讲缩放啊就叫，然后就这样换地图了。那我昨天在那边做，我在那边做段落，不是没有意义了吗？我早点来这边做段落，不是更好吗？然后现在我们来到哪里啊？这是什么？相机，电话，相机，相机可以放闪光啦。然后有公鸡在叫，这是哪里啊？山谷吗？感觉明亮很多，没有这么恐怖诶，超亮了。你看，怎么有人啊？我的电话快没电了耶！我们的命根快没电了。都拍，这是哪里呀、啊？都拍，先拍再说。可以跟你们讲话吗？这里怎么可能会有人呢、啊？女主就一点都不奇怪吗？看我表情，这个是痴情还是淡定啊？不知道。哦，这是你们服装哦，也蛮美的嘛，这个服装，眼睛有点大，我换手机啦，服装蛮美的。这是显示的问题吧？这个眼睛不也大，还可以看。然后刚刚目标更新了吧？我看看，又是这些蜡烛，哦，上面这些哦。这些蜡烛我可以怎么样啊？我不能怎么样啊！这些蜡烛有点大声诶，音乐啊，还有我一直忘记说，我现在现场听到的音乐跟我录。出来之后的音乐是那个音量是不同了，所以你们听到会刚刚好，然后我听到就有点大声了。
诶，这是雕像吗？这是男人吗？男人的肉体，应该是男人哦。我的电话快没电了，我换我的相机好了。这边有东西可以捡，应该是这样。还是要拍呀、又是蜡烛哎，怎么玩这个？怎么玩啊？我怎么好像又卡关了？调试效果没有做出来。这边还有路吗？我记得，来这边逛一下。这是马来刀吗？啊，马来剑，不是马来刀，马来剑，神秘能量，这也是收集要素啦，应该。他说我有成就拿到 power up，能力上升了。把你拍细了，然后嘞。嘿，你是谁啊？怎么这么高啊？你是不是会望着我？也会耶，我转也会，他会跟着我转，他头也跟着我转。这需要拍吗？不用。嘿嘿嘿嘿嘿。看，这个视角有限制吧，就你不能望太高。再厚一点，不能极限了。这里我不能过。怎么感觉这么和平了？这不是一个恐怖游戏吗？我刚刚那边拍了一根蜡烛，然后嘞，接下来，接下来拍哪里啊？也不是拍你啊，怎么玩？不会玩。该不会是我又卡关了吧？不好吧？不好吧？我又卡关了。地狱啊！这是陷阱。这边来过了吗？拿到一个马来剑，然后拍了一根蜡烛。接下来嘞，呵呵呵呵呵，这边又不能过。这边怎么这么亮啊？我干！
干，我按个闪光就可以了。眼睛怎么红色的？你脸怎么有点平啊？这里面可以去吗？闪光，里面有蜡烛哎。应该可以咯，没有什么卡关了。这些叶子不太科学吧？闪光一下就倒下来了。然后他们完全不会怀疑，这一个女学生跑来跑去的，不怀疑。我们是来这么的吗？会怀疑吗？其实这个是江的一张照片吧？他被蛇缠住了，这样。就干。刚那是什么啊？刚那是什么啊？不要突然跳出来好不好啊？刚变暗了，然后有奇怪声音出来了，应该是拍了三支蜡烛嘛。然后全部姐姐都不见了，那是不是有东西啊？不是，这是什么声音啊？好暗哦！可以拍吗？可以。干！不要突然吓我。Rest in peace， 我拿到一个成就。RIP， 应该不会这样吧？前面是又东西啊，是刚那个女神嘛？你在发光哎、欸，你是好的吧？拜托你告诉我你是好。应该是这样吧。诶，我拍了照片就，哎呀，干你骗我！哦，是你哦，原来。哎呀，掉菜了耶！你要怎样？你要怎样？啊，水是不是要这样要拍吗？他眼睛是弱点吧？看，去哪里？这是打完了吗？有性格幽灵，包头僵尸，可怜人被绑得太过紧密，在人世间徘徊着，渴望什么、啊？很求被释放，使移动变得非常痛苦。看，穿东西来了，我被怎么撞到啊？看，怎么越来越多了 ？We are happy family， 我们是愉快的家庭，一点都不愉快。
像我枪快湿了，一半放线。你这个王的攻击范围好像线哎，就他手不能回到我太远了。干！降级不是比较强力的吗？剩越多啦。别太靠近我。一个拍照游戏，这次应该可以死了吧？你冲，干，追过来了，干飞了，这次应该死了吧？因为这三方都是三次的嘛。要砸三次，刚是不是要我按东西啊？按到什么？重演了。
这样打。我不是不该停啊。闪光这个打猎的效果太亮了啦。我要调动静点。怎么个红光在这边啊？是要拍那个吗？你是要怎样啦？我不停下来，我不停下来你就不是变身。我要死了，我死了。拍呀，这个我可以离开吗？不可以。我想看都是死定了吧。在这里我不能停了，要一直走。地上是哪里？可以捡的。死了。你看我打雷那个打雷的灯光效果，在我死后的世界也有哎。什么？再过一回，这个重生点是不是变近了？好体贴哦，这游戏好体贴哦。怎么又读取了？之前复活需要读取吗？我怎么不记得需要读取啊？你干我电话的电就剩一格而已，一格。我这是要往前还是往后啊？我这个前还是后啊？诶，怎么这边这么印象这么深啊？这是不是我们来这里的途中走过的路啊？所以我现在是要往前还是往后？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前面那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植物吗？还是树根啊，树根。我不记得我来过这里啊，死路了这里。要往回走哦。请问是真的死路啊？要再确认一下，不然底下又要走回来超长了。好像是的样子，有点暗哦。本来还想说称赞这个游戏，有个场景亮亮的，然后现在又变暗了。
场景是暗的，唯独女主角是亮的，超亮女主角。虽然不能照亮范围，但是好亮哦。是不是有声音啊？也有声音哎，有人的声音哎。干，我是惹到他了。刚刚有人坐在那边哭哎。自从发生了侮辱坟雀的事件后，且离奇事件是令人恐慌的坟墓属于那个死去的婴儿。当地警官似乎对此事件解释有所保留，此事件正在积极探查，现在我们不能对其提出任何猜想，并且我们不会。可马勒卡好像遇到什么事件了，什么坟雀什么的。即使有中文，我也看不太懂。我现在只想着快点离开。前面是哪里啊？怎么这边还有建筑物？话说来，晚上玩了很久嘛，好吧，就在那边做个段落啦，休息一下，我们下次再继续。信了，包头僵尸之王。首先，因为非常强大，巫医以外对这种生物一无所知，死后它变成巨大又。他之前是强大的巫医，就是一种用巫术来治疗我啦。然后死后就变成了这种形态。好吧，今天就先玩这边吧。我们下次再见了。